嗨，大家好，我是陈和佳，目前就读同志社大学商学部四年级。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选择同志社的理由和大学的魅力等各种留学体验。同志社大学位于景色优美、文化气息浓厚的京都，来建学时被美丽的校园建筑和环境深深吸引了，还有校园与地铁站相连，一出站就是学校，地点非常方便，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魅力之一。因为想要在这里边充实自己边体验京都人文风情，所以决定报考同志社大学。来到同志社大学之后，发现这里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学校，可以跟世界各国的同学做交流，留学生资源跟奖学金制度也很完善，还有学餐菜色多变又便宜， CP 值很高，非常推荐。我的专攻是商学，主要学习金融、会计等等的科目，未来想要创立一个自己的贸易公司，所以进入同志社来学习商业的相关知识。如果你向往边学习边体验日本文化和生活，相信同志社是一个非常适合的选择。同志社欢迎你。